大家好，我是陈峰，现在来到贵州威宁小海镇的一些农村里面，进到农户里面看一下他们这里是怎样养牛的。因为小海这边的牛市场比较大，所以几乎每家每户都养有几头牛。现在来看一下。切一些菜叶，这头小牛挺漂亮的，母牛的奶水猪啊，奶水好的话，小牛就长得好。他们这里吃的也很简单，有什么就喂什么，主要还是吃那个玉米秸秆。现在他这里喂的是菜叶。再上去看一下，上面还有。这个小牛有一个月没有？好像没得吧？没一个月。二十多天。二十多天。剩下的了，就是杆七剩的，打碎就可以是吧？看一下他们的牛圈，喂的就是这种玉米杆，这种。直接拿个刀来砍碎的，砍成一段一段的，就是这样拿去喂牛了。这里是牛圈的，看一下里面，这有一条槽，哇，喂的这些是什么？一些萝卜跟土豆混在一起的。这边普遍都是这种情况。这里面还有。这家人不认识，就不进去了。上面也还有。看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里，先回去了。